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，这一立场是一贯的确认。中方已就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、最敏感的问题。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，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，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社会所公认，任何无视、否定或者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，都将以失败而告终。